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309页，从第六行看起，看注解。至于为此为专戒凡夫者，盖显如来之大慈大悲，世尊明念末世梵语，障生苦众，乃发无上宏胜大愿，故号愿王。大愿之核心乃第十八愿，文曰：第十八愿的经文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乃至圣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去正觉，唯除忤逆，回谤正法。这是第十八愿的经文。我们借取其中的精要，就是大愿的核心，乃是第十八愿。然生念必生，这就是究竟方便。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，至于讲到专戒凡夫，凡夫是指六道啊，这显示如来，这个地方的如来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啊，大慈大悲。世尊明念末世凡夫，这个世尊也是称的阿弥陀佛。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跟弥陀一样，
怜悯末法时期的梵语，换一句话说，是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大众，障身苦众，我们在这一生修学过程当中，深深的受到啊，完全在这个环境里面，生活过来。啊，没有修复之前，没有这个感觉。修复之后，深深感觉到，经上所说的，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那我们再从来福寺海贤老和尚看看他的一生，112年了，非常不容易 啊生活在清朝末年，他是光绪26年出生，那一年公元是1900年，啊，家境非常清寒，遇到荒年，旱灾，乡下农夫他们是耕田的，没有收成了，那没有收成就没有饭吃啊，父亲出去要饭，做乞丐啊，养这个家了，你说多不容易。那又很不幸遇到土匪抢劫啊，土匪烧这个村庄，他好心担着水去救火啊，被土匪发现了，活活的打死。啊，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小孩，那个生活的困苦我们可想而知啊。海贤上面还有2个哥哥，他是老三，啊，到他20岁母亲也劝他出家啊，他自己也认为出家好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从小也是做苦工，这么样生活下来的。啊，出家之后，这是民国初年，满清亡国，军阀割据，整个社会动乱了。
接着遇到抗战，日本人侵略八年抗战，你仔细观察这一生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佛菩萨看到了，自然触动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怜悯这个时代的苦难众生。像这种苦难，我们相信不止这一处啊，十方诸佛刹土，三界六道啊，还有比我们更苦的。将来我们在后面经文可以念到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叫因地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愿意帮助苦难众生，拯救这些人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。确实是为这桩事情这样是说明极乐世界的来源弥陀为什么发心，为什么建立，真的慈悲到基础帮助这些凡愚不是这个法门，这些苦难众生永远不能够离苦。成佛之道是道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难。所以要讲究竟方便，究竟方便就是一点都不难，只要你能信，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条件就具足了一切方便法门当中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你看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欧耶大师在要解上说的。大师讲的非常好。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无量寿经佛说了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往生的条件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真信
真愿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有了。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，四个字。印光大师看到，佩服的五体投地，真正是简明扼要啊，简单明了，非常扼要。男女老少，贤愚不孝，人人有份的。啊，真正是究竟方便法门。啊，发四十八大愿，四十八大愿的来由，是法藏比丘，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出家的名号，法藏比丘。啊，他发的愿，也就是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里头，特别是六道众生，以这个为对象。啊，怎样帮助这些人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一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。这个事不是容易事啊。向老师请教，他的老师世间四在王如来，那老师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法门，只是教他去参学。啊，你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去参观考察。啊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你看诸佛世界，哪些好的？你记住。啊，哪些不好的，你把它放弃。啊，将来你建成这个世界，那就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精华。法藏比丘听懂了。啊，极乐世界之由来不是凭空想象的。啊，是真正去考察得到的结论。这个总结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最精彩的
他就依这个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不需要人工啊。无需要绘图施工，为什么？法性土从自性里面流出来啊，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我们套这一句，何其自性能现极乐世界。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世界从阿弥陀佛心相生。阿弥陀佛的心相就是四十八愿，啊，从四十八愿生出来的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身心不一啊，怎么修行呢？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一句佛号就行了啊。这一部经要去念，不要去想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。如果想经里的什么意思，定就没有了。我们不是求解义啊，经是无量义，我们要求解义，那就是胡思乱想，完全错了啊！一切佛经，大小乘佛经，通通是无量义。如果我们不求定，不求慧，不求开悟啊，经典里面佛怎么教我，我就怎么样去做，这是下下根人学佛。能不能得受用？能。得什么受用？来生可以得人身，修得好的可以升天。告诉你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要想出六道轮回，不能不知道戒定慧。啊，戒是方法，是规矩。啊，读书千遍，这就是方法。其义自见，那就是结果啊。书里头的意思豁然明白了，这是什么？从定开慧了啊。规矩里头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学的太多了，太杂了，你不能得定啊，它障碍你得定。定就是一心，放下万缘，
连经教都要放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佛告诉我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句话说得好啊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只要你是一门深入，通通能得定，通通能开慧。这就是平等，没有高下。那所以我们在一切经典里头只选一种，不要选多。啊，那么四弘誓愿里头有啊。第三句说：“法门无量誓愿学。”你怎么叫我学一样的？中国古时候，四塾老师教同谋，一门深入，尝试选修，决定不能同时学两门功课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佛讲开悟的方法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啊，初学的人全部都是一门深入。到什么时候，法门无量誓愿学人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广学多闻，这方法不一样啊。啊，初学启蒙方法是一门，开悟之后啊，是无量法门。那个时候去学习很容易，啊，一看一听全明白了。无量法门，龙树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啊，他开悟了，证得初地菩萨、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广学多闻呐，用多少时间学完？3个月。那能不能呢？我们相信可能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看到慧能大师的例子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了。要知道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听经，我相信，顶多不过2个小时。这他一生就听这么一次经，啊，五祖在方丈室里头半夜三更给他讲金刚经，肯定不要输啊！讲金刚经的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大概是全经1/4。啊，金刚经是大概5000多字，应该是讲的1000字的样子，他就开悟了。
啊，说出五句话，那就是他的报告。啊，他的博士论文。吴卓一听，行了，一波就给他了。啊，后面不要讲了，全通了。不但是《金刚经》通了，《般若经》全通了啊！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，你看，他一两个小时就通了。这个方法妙啊！啊，他在逃难的路途之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无尽藏比丘尼也是一生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他选择的是大涅槃经，大涅槃经有40卷，分量很大，每一天读诵，啊，那么他在念经的时候，慧能大师坐在旁边听，等他念完的时候，他把这段经文的大意讲给比丘尼听，啊，无尽藏比丘尼听到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捧着经本来请教。能大师，我不认识字，你不认识字，怎么能讲得这么好？这个。与认识字不认识字，学经不学经没有关系。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，在他麾下一生当中40多个开悟的人，啊，是无尽藏跟慧明法师这两个人领先，最早开悟。啊，为什么会开悟？一念真心就开悟了。一念的时间很短。我们看弥勒菩萨的说法，啊，用现在一秒钟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？2100兆，啊，一秒钟2100兆个念头，里头一个念头觉悟了，念念就觉悟。啊，这一觉呢，妄心就不见了。念念都是觉，那就是真心。啊，真心是不生不灭，妄心是生灭心。你看，妄心断掉了，真心现前了。啊，真心照见遍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不清楚，没有一样不明白。啊，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法达禅师，
啊，古人都是这样的，一生专攻法华经，啊，念法华经的人很多，法华经虽然只有七卷，但是分量很大。啊，通常一个人一天念一遍，他诵3000遍，读书1000遍，其义自见。他念了3000遍，没间歇。到黄梅。去拜六祖，哦，不是黄梅，曹溪，现在的南华寺。见五祖，顶礼3拜，头没着地。他起来之后，六祖问他。你刚才3拜头不着地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傲慢。问他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啊，他也很老实。他诵法华3000部，啊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一天诵一部3000多部的时候，差不多10年。六祖问他，法华经佛说的是什么？他讲不出来。啊，回过头来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。你既然念得很熟了，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一共28品。他念到第2品，六祖就告诉他不用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你去想想看，开悟的人，他学东西都快，28品经，第2遍全明白了，后头就不要，就不听了。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再拜的时候头着地了。啊，这就是说，没有开悟，费多少力气读多少经，死记经文，不开悟。啊，佛用的方法，活的方法，知道。自性里头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只要见性，这个智慧就现前，智照外面的境界。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啊，不需要学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啊，一闻一尝，6根起对6尘作用，彻底明了。这是为什么要求得定开悟，道理在此地。你要不开悟，一辈子、10辈子、无量劫，你都没有办法通通搞清楚。那太难了。如果开悟了，啊，一部经，释迦牟尼佛讲很长的时间，你听几句就明白了，不必要听完，不必要学完，
世尊教学是用这个方法。戒定慧这个方法称为三学，通达无上菩提。不是叫我们记啊，记问之学，连孔夫子都不重视他啊。夫子说过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孔子注重什么？注重开悟。悟是活的，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孔子的学生，你比如问仁、问孝，孔子对每一个问的人讲的都不一样啊。为什么？应机说法。如果是记问之学，啥说的？肯定是一样的，死的不是活的啊！开悟之后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一一法都具无量意义，这才管用。管什么用？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帮他们解决疑难杂症啊。真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今天全世界啊，中国古老是求智慧，现在不求智慧，学外国人求知识啊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科学制造这些问题，自己不能解决。科学家知道，现在社会问题啊不能解决，三五十年之后这个地球会灭亡，这就是科学家的结论啊。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了，意思就是人类会在地球上崛起了啊。科学发展到最后，如果中国传统学术发展，大乘佛法发展，到最后是什么？地球变成极乐世界，不一样啊，真会变的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。人人有自信心，科学里头没有啊。自信心是什么？自己相信本心本善，相信诸佛如来所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既然有佛性，当然能成佛，最有信心的，相信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啊，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“本性本善”，对这个有信心的。人人都是至善的，
究竟圆满的纯净纯善。啊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弥留。啊，弥留就有苦，就有烦恼，就有苦报。啊，设法界是果报。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极乐。只有心性，没有色变。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八识，没有阿赖耶。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识成智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大圆净智变成阿赖耶，我们的平等心智变成摩那，我们的妙观察智变成第六意识，我们错了。啊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佛在经上告诉，最初的一念不觉，以后演变成念念不觉，相思相续，造成现在这个环境啊，自己念头造的，本来没有啊。啊，自己造的是真有吗？不是假有，像做梦一样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佛说的好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生灭法，阿赖耶变现的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啊，它存在的这个世界，就像电一样。一闪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一闪我们看不到，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不到。为什么？速度太快了。我们一般人的肉眼，啊，大概这一闪半秒钟，我们会感到，感觉到光闪了一下，就没有了。一秒钟呢，能够看到光里面的境界，这光里的什么东西？有人，有山河大地，有树木花草。一秒钟可以有个印象，很模糊。啊，所以许许多多细念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感到一个幻想。啊，我们用看电影。啊，现在的电影用数码，啊，过去旧时的电影，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大概不知道，没有见过。啊，旧时的电影呢是动画，我这有这个底片，这旧时电影。啊，是动画构成的。啊，这里头都是幻灯片。啊，这个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打到荧幕上，就是一个画面。这个画面在
荧幕上停留多少时间？24分之1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啊，24张。啊，它在那转动，一秒钟24张。一秒钟，我们看到这里面画面里面，啊，里面一些动态能看到。如果我们把24张里面留一张，其他的23张通通抹黑，放在放映机上，会有什么一个现象？那个现象是24分之1秒。啊，会感觉到光一闪，光里的什么呢？没看见，就没有了。24分之1秒，我们就看不到了。啊，那么现在把这个频率加到一秒钟多少？多少张这个幻灯片呢？2100兆。它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才晓得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全是假的，连假象我们都没有看到啊！啊，眼看不见，耳听不见，鼻舌都不起作用，它太快了，必须要啊，照弥勒菩萨这个讲法。至少要一弹指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一弹指。我们只看到一道光啊，甚至连光都不没有觉察到啊，2个弹指、3个弹指可以能感觉到一道光，6、7个弹指看到这光里面有些什么才能看到啊，这一看到就没有了。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。啊，电视频率比电影高。啊，电影就是的这个动画的电影。一秒钟24张画面，一秒钟啊，电视呢不是现在的电视，应该是30年前的电视，50张，所以它比电影逼真。现在用数码，数码一秒钟100张，啊，所以看到就好像是真的一样啊！啊，那阿赖耶里面多少张呢？一秒钟呢？如果弹指七次的话，一秒钟是2100兆。那就变成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完全是真的，其实全是假的。
一秒钟的里面出现2100兆。不能不知道啊！科学对于佛法有很大的贡献。没有科学家这个发现，这些报告，我们对经上讲的这个，莫测高深呐，只有良心呐。老实人良心不敢怀疑。那不老实的，他就怀疑啊！佛所说的不是惑于科学，用科学一检验呢，他的问题百出啊。换一句话，他就否定了，就不能相信了。好在今天量子力学证实了一部分。对于没有证实的也不敢大意了。认为什么？我们的科技还不够。科技没有达到究竟圆满。佛经上所说的可能比我们的科技还要高出很多倍。那么极乐世界的由来，自信变现出来的，不是阿赖耶。比起阿赖耶两个对比呢，阿赖耶是虚妄，是假的，它是真的，它不生不灭。它没有变化，寿命很长，没有变化。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。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，没有夜晚，也就是没有黑暗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全是透明。大地都放光，这个世界里的人心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住在大定之中。这个大定是自性本定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慧能大师看到了。他第四句话是：“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”自性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，这是自性本定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，为什么佛法终是禅定？因为自性本定。起心动念跟自信是相违背的，万缘放下就是随顺自信。自信里头一法不立，就是他什么都没有，你心底要干干净，统统放下，跟自信就相应，随顺自信。
啊，心里头放的有东西错了，凡夫，六道凡夫全是妄想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我们要问，极乐世界是不是虚妄的？极乐世界不是虚妄。极乐世界有没有相？有相。这个相是心的，不是妄想。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妄想变现出来的。极乐世界的相是心的，自信变的。啊，自信现。遇到缘它现，没有缘它隐。它有隐现，它不是生灭。生灭是刹那不住，前面相跟后面相不一样。极乐世界是前面相跟后面相是一样的，所以它不是生灭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极乐世界人长寿，个个都是无量寿，但是永远年轻。没有衰老，那衰老是有变化，他没有变化。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人心要是定清净，虽然年岁高，但是他衰老得很缓慢。80岁的人看起来像60岁，100岁的人看起来像70岁，这样的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心清净。那么心里妄念多，烦恼多，杂念多，它的变化快，也就是。他衰老得快，念头控制我们身体，控制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弥陀第十八愿。48愿都应该要常常记住。经典不能背诵的，我们希望他只念这一部经第六品。第六品就是48愿，这48愿把它念熟。变数越多越好，我们依这个文字发愿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信心十足啊，跟阿弥陀佛真的是志同道合。那能不往生吗？没这个道理。第一愿的愿文，十方世界的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至心信有。至心是真心，真诚到基础叫智心，表现成心，没有丝毫怀疑。要是爱好、喜欢，
非常难得了。啊，所有善根呢，心心回向，就是信愿持名，心心相应。啊，愿生我国，发愿，我要到哪去？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。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在广修多闻。啊，广修多闻，用阿弥陀佛的方法，那就是分无量无边身，分身呢，同一个时间去参访啊，参拜一切诸佛如来，这是修福啊！啊，供佛修福，听佛讲经说法。每一尊佛给你讲一部经，没有重复的，你同时全都明白了。啊，法界虚空界里头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在同一个时间完成了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连十方世界十报土的等觉菩萨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学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听他老人家教诲，啊，乃至神念，念佛念多少呢？最少的十年的十句阿弥陀佛啊，一句接着一句念十句阿弥陀佛，若不生者不去成就啊，如果不能往生，法藏比丘就不成佛。那么现在他成佛了，说明这一愿圆满成就了。啊，后面有两句：唯除无逆，毁谤正法的。这种人现在这个社会有，而且有不少。无论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触佛身学，破获获生啊，这五种罪特别重，造作这五种罪，生死之后
都在无间地狱。啊，地狱里头最苦的一种。啊，那么这种人不能往生。这两句八个字，后面第六品里头有很长一段的注解，念老引经据典，为我们做详细说明。啊，古德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佛这个话是真的，为什么？他造作的罪太重了。可是又有一些祖师大德说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方便说。那为什么这个罪是真重？劝人决定不能造这个罪业，用意在此。那造了怎么办呢？造了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啊，这一回头，幸愿持名，也能往生。啊，善导大师就是这个说法。说明阿弥陀佛的慈悲真正到极处，无逆失恶之人临终忏悔还是能往生。啊，但是我们晓得造这种罪孽的人冤亲债主很多，我们在这一生遇到很好多、啊、念佛人到临命终时苦不堪言，那什么冤亲债主来索命来讨债，障碍你往生。这桩事情很难避免啊，所以念佛同学在平常每一天早晚功课做回向，一定要回向冤亲债主，希望在临命终时他不要来扰乱。啊，绝大多数的这些冤亲债主都能接受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往生对他有好处啊！往生之后我们是菩萨，他跟菩萨有缘，菩萨决定会度他啊！菩萨不是凡人，我们现在要修菩萨行啊，今天我看到几句话很好，我把它揭露出来了，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人要有这个标准，感谢恩人，原谅仇人，帮助苦人，救济穷人，调伏狂人，祈祷于人，感化我人，鼓励善人，警策懒人，觉醒迷人。
这十句话，希望我们每一句都能做到。啊，对于我们往生好处很大了。啊，这些有关系的人，包括冤亲债主，啊，都不会障碍我们。我们成佛之后，首先这些就是我们度众生的对象。我们接着看下文，盖以生死反复，迷心逐尽呐。我们都犯这个毛病啊，对自己真心迷惑了，随着外头境界、外面境界。影响我们，甚至控制我们，我们没办法摆脱啊，沉沦苦海。头出头没，头出是三善道，头没是三恶道。在轮回里头人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。为什么？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啊，自己认真的去观察，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能替别人想的是善，替自己想的就是恶。诸佛菩萨没有一念是为自己啊，他们起心动念想的都是苦难众生，如何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？除这一念，没有其他念头啊！明心见性的菩萨，连这个念头都没有。它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。一切有缘众生起心动念，这叫感。啊，菩萨马上就有应。众生有感，有起心动念，菩萨之应没有起心动念。不可思议啊，不起心不动念能应，啊，而菩萨之感非常快。为什么？见性的菩萨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。我们知道诸佛如来住常寂光，常寂光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啊。那法身菩萨呢，经上给我们说分证常寂光，也就是说他的感应
跟常寂光里面的化身佛没有两样。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对他来说只有一桩事情有妨碍，这一桩事情就是他要回到常寂光，回不去，必须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就回常寂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没有能力回常寂光，但是他跟众生感应道交，在设法界里的普度众生，这个跟常寂光的化身佛没有两样。啊，虽然现身说法帮助众生，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高明就在这里啊。啊，这是三乘菩萨都做不到啊。圆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他们能做到。啊，这下面说，若无此，甚念必生之大愿，众生何有得出轮回？这就是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，无逆是我众生遇到这个法门都能成就。问题在乎你相不相信，愿不愿意往生。真相信真愿意，没有一个不得往生。故为多障众生，这是讲我们凡夫啊。特垂方便啊，特别垂是上对下，给我们就近方便啊，方便到极处了啊。是开始一心之法，这个方法最容易修行，甚至于尽灭时啊，将来世尊法运12000年圆满的时候，这个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啊。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不见了，独留此经啊，还只有这部经典还在。留多久呢？留100年啊，一座周行啊。故云专为凡夫也，我们要感恩呐，要知恩
报恩呐、啊。用什么方法报恩？依教修行，往生净土，报阿弥陀佛。以此就近方便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。啊，这一段讲专为凡夫。下面接着是有密典，密宗的经典，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。啊，这是频卢遮那经上讲的。啊，盖名必有究竟方便度生之法，方是如来果觉之究竟，故生念必生的究竟方便，实在是由于阿弥陀佛究竟成就之最极方便处，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处。这一段先引用密宗的经典啊，这个三句非常重要。佛为什么要度众生？而且众生很难度，你去帮助他，他还要回报你，甚至于他陷害你。他不感谢你，他迷惑我，颠倒心思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可是佛怜悯他，这就是大悲，是根。同体大悲，你跟他讲，他不接受，他不能相信啊，他还说你欺骗他。啊，菩提为因，菩提是觉悟，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。智慧照料非常清楚啊，啊，方便是究竟，没有究竟的方便，帮不上忙啊。啊，这个究竟方便，阿弥陀佛独有。一切诸佛如来都去了这个法门啊，那么一切诸佛需不需要开这个法门？不需要。弥陀佛开这个法门就够了，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他这个世界里面六道罪业深重的凡夫，劝他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。那么弥陀的究竟方便马上转变成一切诸佛如来
成为他自己的救行方便。啊，佛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离苦。啊，你有的我没有，我有的你没有，佛没有。佛的境界里头，你有的就是我的，我有的就是你的，没有争论的。啊，阿弥陀佛真的办学校啊，一切诸佛帮助他招生的。啊，把十方世界苦难众生，通通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去的人不多，可是十方世界去的人就太多太多了。这是说明生念必生，究竟到基础啊，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啊！我这一生当中看到一个人，在美国啊，这个人没有宗教信仰，周广大先生。他在马里兰州开了一个面包店，晚年得癌症，癌症末期，医院宣布不给他治疗了，告诉他家人带回去，估计他的寿命顶多还有一个月啊！这个时候他的家人慌张，没有宗教信仰，到处找宗教看看有没有奇迹能发现，就找到我们。啊，我们派几个同学去看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确实是很严重，没有办法再治疗了。大家就劝他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周居士有善根，听到这个他就接受了，告诉他的家人不必再求医啊，不必再求什么药物治疗，家人通通一起陪他念佛，念了三天三夜他往生了啊。他告诉大家这个念头一转开始念佛，他就不痛了啊，本来这个病呢非常疼痛啊，这个疼痛就没有了，所以他就很欢喜啊，安详的往生。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啊，这是我们亲身看到一个念佛三天啊，临终的时候往生火化，留下舍利，为我们念佛人做证明啊，真回头真具足心愿，就真能往生。
啊，这正是本经中如来定慧究竟无极之处。经人也能因此法之异行而辟是之乎？啊，这确实，这个法门太简单，太容易了，引起大家的怀疑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？特别是造作无逆受，他自己都没有信心。啊，自己知道他造罪业深重，自己晓得将来必定堕地狱，他不知道回头。所以，一个恶人到临终忏悔回头，也不是容易死。必定是过去生中学过这个法门，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在这一刹那当中起了作用。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不可能突然回头。啊，这个没有这个例子。啊，所以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一定要读经，要明理，要依教奉行。下面念老举比喻，比喻譬如彩色电视机、录音机、电子计算机必须安全易用。啊，确实很安全，很容易操作。啊，虽于科技无知之人，阴暗电流便能享受此最现代之科学成果。这举这个比喻。啊，人必因其安全易用而暂且科技之先进，以同样的道理，又言能因持名之意心而亲此法门故。确实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。啊，就像使用电器，电器很复杂，你要叫他把道理制造方法都讲给你听，那可麻烦了。啊，你不需要懂得那么多，只要知道使用方法就行了。啊，净宗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你要问他的道理，道理太深了，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。经上常说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一定要成佛，一定要回归到常寂光，你就全部明白了。没有切入常寂光，
化身菩萨对他怎么样？知道不完全清楚，也不能说不清楚啊，他不完全清楚。好像我们见色啊，各着一张罗网，外面也能看得清楚，始终是有障碍。诸佛如来了，这个罗网没有了，看得十分清楚。有这张罗网，能看七八分。啊，这都是经典里面常举的例子。我们再继续看下面这一段。啊，苏超莲池大师的念老引用的很多，但持佛名，彼生彼苦，则或高或下，或甚或凡，乃至或信或疑，或赞或悔，只有彼佛变成善根，多劫多生，具蒙解脱。这一段讲得好啊，这一段把净宗阿弥陀佛的恩德全给我们显示出来。啊，只要能够信愿持名，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但是怎么样，不一定是这一生。为什么？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下阿弥陀佛的种子，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。早晚决定往生，那么这个世界上人往生可就多了。对，我们是过去生中种的这个因，这一生当中成熟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这一生当中种因，来生后世成熟，我们清楚，我们明了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，这就是乃至，或是又相信，相信不愿意去，对于这个世界有留念。啊，死了以后依旧搞轮回，或者是怀疑，怀疑当然信心不坚定啊，但是信疑跟佛都有缘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有个阿弥陀佛，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啊，或者是赞叹，或者是回报啊，赞叹的人知道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回报的人也知道。啊，阿赖耶里头都有种子，所以说知有彼佛。只要知有阿弥陀佛，知有极乐世界，变成善根。你看，多生多劫多生，具蒙解脱。
这一生不行，来生何时？啊，我们晓得事实真相，努力争取这一生当中往生。啊，能不能争取到？能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太慈悲了。只要我们真干，他就真的来接引，真的现身给我们看。啊，宋朝盈科法师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这是个出家人，不守清规，犯戒破斋。啊，他的长处，他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造了重罪，将来死后啊，一定堕地狱。想到地狱苦，他就害怕了。向同参道友请教，你们大家有没有方法帮助我不堕地狱？就有一位同学送他一本《往生传》给他看。啊，他看到这些人念佛往生，非常感动。啊，这本书看完之后，他下定决心，啊，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。啊，这三天三夜没有吃饭，没有睡眠，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佛告诉他，他还有十年寿命，十年之后你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你往生，等于给他受记了。啊，他真的像中国人世俗所说的复制心理，突然聪明了，跟阿弥陀佛说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学。那佛问他为什么不要了，我的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这十年不知道又干多少罪过的事情，我不要了，现在跟你走。那佛就答应，告诉他，他说好，三天之后来见你。这个三天之后，用意很深呐。如果佛当时把他带走了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啊，只知道盈科法师死在疗房里头，没人知道。啊，佛三天之后来接引他，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向大家宣布。我这三天三夜念三天三夜佛，啊，没有吃饭，没有睡觉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这是什么？给大家做证明啊！啊，三天三夜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来，是什么人？破债、破戒、破斋的比丘，不守清规、造恶业的出家人。都能把阿弥陀佛念来。啊，何况有个善行、善行的人士，让大家生起信心啊。
他向大家说，人家不相信他。好在时间只有三天，大家说看着瞧吧。啊，三天之后你怎么交代？到第三天，他要求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念佛送他往生。当然，大家都欢喜，看看你怎么往生。啊，结果齐香大概念了一刻钟，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他看得见，别人看不见，跟大众告辞，他就真走了。没有病苦，说走就走。这一段事情记载在《往生传》里面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，流传后世，多少人看到他的例子，受感动啊，生起信心，忏除业障，求生净土。这个表法度多少众生？这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就带他走，留三天的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宋朝到我们现在700多年，我们读了这个深受感动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说至于当时何人当起，当时今天现在什么人当之，那就是不论男女老少，富贵贫贱，上知下愚，久修初习。啊，初习是初学的，久修是老修行，念佛念了不少年了，啊，虚根立顿，善恶差别，这都没有关系。只要于此法门，能生实心，真正相信，应心发愿，从愿起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如是之人。正是当机，这个当机是现前当机，你决定往生了，所以不必想自己，只想到我真相信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